我觉得参战中华队绝对是一种荣耀，毕竟能够代表国家出赛，就对于球员来讲，其实真的是一个肯定。背负着很多人的期望，那当然这个期望对选手来讲也是一个动力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